郑明辉设计师将14平自宅分割为5个空间，巧妙透过界限模糊创意，为各空间营造出超乎想象的复合式机能。开放餐厨结合中岛、木桌，成就舒适复合空间，并以温润木色天花界定餐厨空间。 客厅沙发背墙以漂浮展示架穿透空间，化解梁柱问题。铁界旋转电视设计则提供多区娱乐功能。主卧利用柜体延伸修饰空间不平衡折角，并与床头壁面巧妙萎缩书房及卧室共融空间。郑明辉设计师创造小平数的丰富机能美感，引入日夜皆宜的窗景优势，完美打造隐私兼具的专属都会舒压宅。